波波。啊，我去。不不不不不不。好。可以帮我宰吗？OK， 等一下。哦，不用不用，好了。它在封面页就有了。对。对。所以接下来是活动任务。对。嗯，是活动任务为什么没有？你要跟那个招待员，不是招待什么？还有个 NPC 要问。我看是自由任务哎、欸。有啊，我刚讲什么？活动。哦，活动有，对不起。自由任务。加了字。就是打到是腾哦腾龙装，就腾龙是超虫装嘛？对啊。哎呦，可以弄个超虫装了。还不做一下这个牛逼的枪？好。来抽奖剩四钟，赶快。我要去抽。抽抽抽！有做好那个枪嘞，好帅。没什么的。重点是他的虫。他的虫？他的导虫。他有专属导虫？有。好像直接送你吧，所以我那时候想说什么啊？导虫啊，一条龙，有哎、欸，哦，看到龙魂虫，看起来也太帅了吧！五个以太碎片啊，是刚打烧鸟那个，嗯，帅气，装一下。手看起来亮亮。我待会会玩这个玩笑啊？你说一只猪吗？可是我看不到你们那个。啊？就自己看着笑。让我弹还是你弹？我觉得弹的话就是按着枪而已嘛。不用，对啊，就枪拿着就好。都可以啊。啊，铁臂要到五吗？不好啦，可是刚刚会扣血，不是不是，当可是他不是揍地板那招扛不住吧？被打飞吗？我都一直被打飞啊，被打飞。好了好了，疯狂被打飞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看，那黑暗左右啊。看哪你哪个方便？黑暗左右可以眠，可眠跟侧甲，那可不？走，这样。那我开自由。小雨直接换装备了吗？嗯，直接换装备。还没啊，你可以只要只导虫换也可以啊。有啊，我换导虫啊。那导虫是爆破打击。嗯。保险机构。
还有灯。有，我在吃那个。我感觉整套腾龙装都需要做哎。打。以太之光水平。那就是，打架大子，刚刚贝西又打到以太碎片，我没注意哎，没有吧？印象中没有。爸，等你可以接这个任务啊，不要踩掉，找你。就这样也对啊，任务，等啊，五十吧，啊，留恋等，刚刚，起码是也是要力战麒麟过啊，不要以为就没看到你开喽，搞要卡住野哦，不要以为到，昨天有开喽，抽出来了，是好像不太认识的。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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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， 哇！等我一下哦，补个子弹。个爆头。欸小雨，欸去哪去哪去哪，听歌很急哦，听歌啊，回来了回来了，没吃到了，没有吃到吧，太远了吗，你没吃到，你刚刚走去这一区了，哦刚身上有两，有没有听觉保护，有哦，有啊，我记得刚刚走亮一下，我不知道，好 OK 好，人家不是急嘞，慌了，狂冲猛冲，干嘛？好可爱哦！你都猪猪吗？我都要看那个粉哦。哎、欸，先免吧。啊！小猪，你好可爱哦！可是你走不会动啊，脚不会动啊。哎，免了。完了，完全看不到他头在哪里。没关系，跟着我们放着。是我要拉仇恨啊！哦，来啊！嗯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为什么他是看我啦？我看这个龙出去好扯哦！看起来好牛逼哦！看起来在哪里呀、啊？好屌！另一边。可是好慢呢、啊！啊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差不多差不多。要打他额头前面的位置，我的妈！看我啦！看别看、啊，不要看。等一下，我聊天。哎、欸，大熊窝，大熊窝，那我回来了。OK， 刚开启我的聊天。看我吧。转过去就看小雨了。看，一直看，看。太可，他就是那种，塑胶公仔有没有？这样走路的方法，他脚不会有动画。哎、欸，
那时候汤姆是小火车一次吧？对啊，都会有。哎、欸，宙斯都打完了吗？我刚刚不在画面。大漩涡，大漩涡，打完了，我刚刚打完了。大漩涡，大漩涡。还是我下次不要逼年爆啊？年爆留到后面。可以啊。啊，因为感觉他第一区也就这样看。浪费。太可爱了吧！欸、可是我看那个封面图很可怕哎、欸，贴头型的时候，应该是红色的光从下面打上来了，可能。这个虫虫原本在手上的很可爱，出去就变成一条、欸欸欸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先走，我先走。哎、欸，跟上哦，帮我闪一下。阿修，来。刚刚是没打。打额头。大脚。时不时就被砸、欸，然后滚。他头在哪里？大胸哦，大胸哦！我晕了，我晕在漩涡里。好，没事。啊，陨石来了！第一颗。大熊窝，看我，看我，我在这里。闪了，闪了。啊，那只龙的速度快吗？慢，慢，超级慢。今天看那个台柱，他就是玩超虫，拿到是虫好慢哦，很慢。可是还可以啊，没有到超级慢。大熊窝，虫。要光的尿放弃大漩涡、欸、是不是第二阶段真的会大漩涡拉不到仇对啊啊第一颗八哦对哎、欸、吃香菇吃香菇还有一只啊！哎，我晕了，我晕了。大熊窝，大熊窝。哇，我的天！看到了，对不起。想拉仇。我的天哪！大熊窝。躺在地上打死困难。怪有猪的叫声，超怪有猪的叫声，乖乖乖，这样狗子，可是那其实是牛叫声，它的叫声，哇凶哦，还不拉了啊，对，被闪掉了。哦，太角落了吧，小雨你怎么赢的、啊？大屏的手在空中啊！大屏，哎、欸，漩涡，漩涡，我觉得你还是好了，不要在空中好了，不然你不能打。